到四棒啊，这三个人加起来呢，就打了有这个七支。这一棒把球打到右地方，右手接球之后传二垒，再往一垒这边送，结果是 double play。结束了在六局下半的台电队的进攻，另一队的三六三下在前六局打完之后，目前是8-2领先。